虎扑十月三日讯，广东队将于明日启程前往西宁参加 CBA 季前赛。正在广东东莞积极备战的球队后卫赵睿，在个人社媒上也晒出自己在训练中完成飞身扣篮的视频。在视频中，赵睿上演了一记背身折叠暴扣，展现出自己极其出色的身体素质。赵睿也附文调侃道：“我又摸到了篮筐的温度。”赵睿在休赛期帮助中国男篮红队夺得亚运会冠军。上赛季，赵睿代表广东队场均上场 31.5 分钟，可以得到 11.1 分、4篮板、3.6 助攻。